你考研准备怎么样了？加把劲儿！欢迎哥哥，欢迎哈！我们争取一起去北京。我他们努力的生活，是希望有一天再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，你们能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嘞。你好，请问你和死者的关系是啥子？ 女儿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老大人，我是有收入的，跟我弟娃们没得问题噻。两个人面都没见过几次，住在一起好跑。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！你是周娃娃啥子人哦？我看到好像不想跟你走啊。那跟你走嘛。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。 一直围着他转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你们都让我围着他转呢？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啊！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回家。你等等我不行吗？我也不晓得，如果认识你早一点的话，会不会爱你多一点，爱自己少。